我们累世有什么缘分，今天才会在这里大家共同的相聚。所以我常讲惜缘惜福，你碰到这个人可以很好的跟他做朋友就做朋友，没有淡淡你 OK， 点头之交也无所谓。但是最主要的是你不要把这个不快乐跟这么讨厌的人永远在想，那是多余的，那是没有营养的。想都想正面的，想对你有帮助，而且可以帮助其他的人，这个才是对的。没看得懂。